Hello， 欢迎您加入 TVBS 1800新闻 1.0。今天是由我佑轩来代班。今天是大年初六，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那么，首先我们的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昨天金门是发生了一艘陆籍渔船，因为呢他们是越界之后，海巡要求要强制登检，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因为这个渔船蛇行的关系，最终是不慎翻覆，还酿成了两人死亡。只要遇上陆籍渔船越界，海巡就会追上前。遇上东北季风时期，风大浪大，每一次强制登检都像是在走钢索。船长现在在蛇行中。惊险的场面，除了面对风浪，登船时更可能会遇上。现在入船，拒捕拒捕，船艇携带权只是强制逮捕。竟然是手持武器想要攻击海巡人员，几乎真的都像是在搏命演出。偏偏这回就像往常一样，追捕这一艘没有名字的越界快艇却出了意外。14号下午1点多，就在金门的北定岛东方海域约1.1海里，其实他们已经越界来到了禁止水域线内的0.5海里，海巡依法可以强制登检扣船，结果他们为了逃翻船酿粮死。错不在错于我们的海巡啊，因为他们大陆渔船越界原本就是他们的不对，这个海巡本来就要硬起来啊，这个是维护主权，然后再向上的护渔行动。海巡署目前也在积极还原整个过程，根据了解，快艇有外挂两台旋外机，速度可以拉到30到40节高速，其实早在事发当天前都已经有不少渔民发现他的踪影。海巡前往查缉后，发现他们不是福建的渔民，是四川跟贵州人，疑似为了讨生活才会冒险出海，就是贪图在台湾海域的这些渔获，尤其冬天会有黄鱼、乌鱼以及黑鲷，价格都很不错，不少陆籍渔民才会屡屡越界。但只要被逮到一次，不仅渔获全数要海抛，船主更得要面临最高60万的罚锾。TVBS 新闻王玉婷、谢伦金门采访报道。好，先前我们曾经有报道在台北市信义区发生的谋杀姑姑案件，在今天下午又再次开庭，而号称是华尔街女神的陈姓女子，她是低头走下囚车走进台北地院开庭。至于她的另一位共犯，则是声称说自己因为痛风没有办法走路，临时请假。带您关心，日前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是爆发了大嫂为了要争夺上亿元的家产，是伙同了自己的女儿跟两名的共犯，要来杀害小姑，也造成说呢，这名小姑虽然是命是捡回来了，可是她的颜面是需要重建的，目前整个视力是严重受损。而在今天呢，这个华尔街女神陈丽婷呢，她是透过了囚车来到了现场，但是呢，公开审理的部分，她强调说呢，需要律师阅卷之后才要来开庭，也因此说公开审理的部分，她今天是没有开庭的。另外一名共犯呢，詹胜雄，他原本今天是没有请假，预计会到庭，但是他却在今天一早跟律师说呢，他因为痛风是没有办法到案的。而再来回顾呢，这整起的案件，其实在这个月的1号呢，妈妈才来开庭，强调当初来的两名共犯呢，都只是水电工和被害人小姑及他的男友三个人发生肢体冲突才会被拉开，否认有伤害对方。而被害人的小姑的外甥也向我们表示，目前呢，这个他的小姑呢，生活的起居都是需要靠人照顾，因为颜面需要重建，骨头碎裂。连视力都受到了影响，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根本无法走路，只能靠人搀扶。而嫌犯母女两人呢，还有共犯仍然没有悔悟，就连透过律师道歉也没有，让他们家属呢是难以接受的，也希望司法能赶紧还给他们公道。来看到另外一起案件，是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金船了公园的埋婴案件。而今天呢，检警会同法医来解剖女婴的尸体，而到底她是在掩埋之前是生胎还是死胎，现在呢已经采集相关的检体化验，结果预计会在1个月之内就会出炉。她是出生就死了吗？你怎么会想把她埋在那边呢、啊？参与女婴解剖过程后，女妈妈低头沉默不语。她被医生母杀婴及遗弃尸体罪送办，准予20000元交保。警方调查发现，31岁的她，6号晚间8点多自行在家中产下女婴之后，直到10点多才出门动手埋婴，似乎曾历经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而她进入公园之后，一度抱着女婴来回踱步，坐在公园的阶梯上发呆，最后才进入溜滑梯的碎石地埋婴，前后踌躇了近1个小时。
小时，到底女婴被掩埋前是死是活？检方十五日会同法医解剖相验，初步发现该婴儿并无其他外力伤，遭弃置于公园前，是死胎或活胎，法医研究所进一步鉴定。检方已进一步采集女婴脏器切片送交鉴定报告，一个月内出炉。死的婴儿的话，他没有呼吸，所以胸围会比头围还要小。如果是活的话，因为他有呼吸，所以胸围会比头围要大。解剖的时候，如果肺部里面有空气，那就是活了30分钟；胃到十二肠都有空气的话，那就是活了2个小时以上。如果到大肠都有空气的话，就活了12个小时以上。女婴埋公园2天后才被一对母女发现，当时妈妈虽然讶异，仍镇定对女儿说，碎石堆中露出的头部是假的，然后报警。会带小朋友来公园玩吗？不太敢，因为怕小孩子知道会怕怕，会有一些阴影在这样。对对对对，这种晚上地方晚上可能不太安全吧。啊，你先买来喝啊。公园埋婴令人震惊，妈妈群对于这个公园敬而远之，一般民众也尽量避免在晚上前往。 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好，要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也就是人权律师陈俊翰在刚刚已经由这个民进党党中央证实不幸辞世了。那么陈俊翰其实日前才遭到这个脱口秀节目来宾讪笑引发讨论，而且他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也是有被列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没有想到呢是传出不幸离世的消息，而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也表示非常的痛心、遗憾以及不舍。另外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如果您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您在抬头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架飞机低空飞过，而且上头可能还会写着 NASA 的字样，而这确实呢是头一回有 NASA 的湾流飞机来到台湾，而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进行空品的飞航实验。快抬头，飞机低空飞过台南上空，仔细看机身上有 NASA 4个大字，没错，这是头一回 NASA 湾流飞机来了。 NASA 817 Heavy DC8 Opass runway 32。 难得一见的飞机飞来，这是环境部和 NASA 进行的亚洲空品飞航实验，接下来这架飞机要转往韩国，要看近期还有2次在2月底和3月，当然就是要观测空气品质，提供更高解析的精密资料。绕着中南部连续3个椭圆状，这样的航机图很少见吧？气象专家彭启明说很感动，因为这是中央大学大气系林能辉教授退休前说要做的大事。我们通常的空污啊，大概都是以这个就是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还有包括这个PM2.5 哈，这样的一个侦测为主哈，但是空污呢跟这个 VOC 啊，就是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过去测量空气品质多是从地面，现在变成 3D 空品实验，可以解析地形、大气环流、空气污染物三者相关系。但就算有数据，未来空污的改变哈，空污的改善还是很大部分呢，跟国内的产业、跟国内的这个能源的结构，包括能源政策哈，那有密切的关联。政治面，台美受限，软性能源议题，台美合作突破加一。TVBS 新闻李国正李作恒台北采访报道。好，来看到美国堪萨斯市，他们原本是在庆祝这个超级杯已经是2连霸夺胜了，原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游行，没有想到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件，而且当时呢现场是有超过了100万人都聚集，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呢，当时听到这个枪响的时候，非常多人都快速的逃窜，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而且有一名疑似是枪手的男子当场就被附近的目击民众给合力压制了。一连串多到数不清的密集枪响，地面上满满穿着红色衣服的人群，有些还没反应过来，但另一边已经有人开始往车站出口冲，紧急疏散。镜头来到车站门口的主舞台，一大批警察拿着枪，穿上防弹背心，陆陆续续赶到。
远景往内冲，球迷反方向往外跑，跨过围栏，还有人蹲低找遮蔽物躲在后面。美国超级杯堪萨斯酋长队封王游行竟然发生大规模枪击。Yo, no, something happened, definitely.100%. This has been over 30 cop cars. 住在附近高楼的民众亲眼看到枪击混乱现场。事情就发生在游行路线的终点，近百万庆祝人潮在游行结束后聚集终点联合车站的主舞台，却在这时候传出枪响。And everybody started jumping the rails and pushing everybody over. We got inside and we thought that, okay, it's calm now. We're inside. We'll be safe. 枪击地点就在主舞台旁边，目击者回忆惊险当下。I'm just lucky to be here. You know, if I was 10 steps faster, I probably wouldn't be on the phone with you right now. I was that close. 而开枪后，疑似枪手制服画面也曝光。你就要开枪。The gun is over here. No, we tackled him. We tackled him. Yeah. When we tackled him, the gun came out.当时旁边民众合力把人压在地上，才让警方赶到后直接上前逮捕。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今天虽然是我们台湾开工了，不过在大陆的春节假期依旧是持续的，所以在这个不少的旅游观光景点都涌入了人潮，却也发生了意外乱象。像是我们来看到在江西庐山呢，就有上百名的游客因为不满这个观光车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居然是集体喊着要退票。另外像是在河南洛阳，则是发生了钢索桥侧翻的惊险意外。什么掉呀？散了。河南洛阳网红钢索桥无预警侧翻，数名游客头下脚上倒挂在数十公尺的高空中，还有人紧抓安全绳，一动也不敢动，等待救援。来了，你看活过来了，救他们了。前座他翻了一下，人家挂倒挂过来了，他工作人员都把他人都救下来了。洛阳龙潭大峡谷的网红桥是建在峭壁上的钢索桥，全长88公尺。2023年7月才通过安全检查，怎么不到一年就发生侧翻情况？园方这样解释：当时那个游客就是可能他自己在晃动，然后就是意外会那样。虽然把主要责任推给游客，但钢索桥已经关闭进行检修。大陆春节连假放到初八，著名景点乱象频传。山西五台山游客直击，游客中心提供的免费桶装饮用水是从女厕水龙头装的，让他痛批实在太恶心。我泡面都泡好了，才发现是在厕所接的水，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水桶是发黄的。被抓包在厕所装饮用水后，五台山解释，园区内的自来水都是山泉水，水质比较好，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都是这样喝。同样觉得自家水质没问题的，还有武汉的园博园。这是园博园，花60块钱门票进来，闻臭水的，这美女坐在厕所给我的洗澡的。游客嫌弃园博园水池又脏又臭，是臭水沟。官方不服气，自己也拍影片。这水啊，味道还可以。用干杯挂保证，池水肯定干净。镜头还特写水中有小鱼游动。有网友评论这样辟谣够给力，但也有人认为眼太大反而让人观感不好。 TVBS 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道。好，今天我们的 China 观察呢，是要来看到的，就是在福建的这个地方。我们在画面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当地呢是斥资了2.1亿元的金额来打造这个非常金碧辉煌，而且可以看到新娘挂满金手镯的这个奢华婚宴哦。现在呢，就网传说这个新郎根本就是珠宝公司老凤祥的董事长儿子。没有想到呢，这个最新的状况是福建省的互联网辟谣了，他说这些相关的内容根本都是非常严重不实的情况。因为呢，新郎家虽然是从事所谓的黄金珠宝行业，但根本就不是老凤祥董事长的儿子。而且呢，说这个号称2.1亿的人民币，大概是9亿元台币所办的这个婚礼，也是2013年的旧讯息。所以说，以这种天价婚礼要来博眼球、来赚流量、散布这种假消息，是不是大陆官方也会做出一些相关回应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教的是向如姐，在大陆相关这边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处置啊？
好的，佑轩，你知道吗？其实啊，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大陆他就公布了，就是有一些知名的网红呢，就是也被封杀了、哦。好，那就回应到了你刚刚所说的那一个的话呢，其实现在他们对于打假这个动作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力哦。好，我先来讲一下刚刚说的那个知名网红的话呢，他叫做铁头，然后呢，他在抖音上面呢有513万的粉丝，然后他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用 AI， 然后呢生成了一些影片，然后散发了不实内容，有所以的话呢，就是后来被查证了，就觉得说哦，那你这样子的影响呢非常的大，于是呢就把他封号了。那我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哦，那。但是怎么样子呢？在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假新闻，一个外送员呢，他呢就是他号称说他的连车代餐全部通通都被偷了。于是呢，这一名女外送员呢，他就戴着平台的头盔，然后呢，他是穿着短裤，露出了白皙的大长腿，然后呢，穿了一件 oversize 的一个 T 恤，然后他就背对着镜头，然后呢，就在马路边边呢，他就开始又捶胸顿足，然后呢，又叫又哭又跳的，反正就表现出哀痛欲绝的样子。然后他在短短的大概八九秒钟，于是呢，在网络上面呢就迅速的翻红，都没有看到脸哦。但是呢，就是光从他背后的话呢，因为他就是留了一头长发嘛，然后呢，就是不是你印象当中的外送员的样子，因为他是穿的热裤。好，那影音的转播速度呢非常的快速哦，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了。后来的话呢，当地的警方呢就发现，抽丝剥茧，发现到了原来呢是他的老公呢有教导他怎么样子来演出了痛苦。最主要的就是要博取点阅率哦。好，那你会说那怎么样发现呢？因为他们就调了监视器以后呢，就发现到在同一个路口的话呢，就有发现到她的老公告诉她说，你要跳啊，你要叫啊，你要捶胸顿足的感觉啊。然后呢，那一位女网友呢，她就跟着一起做这样子。后来的话呢，就约谈到案了。那一位女网友呢，她就说，她认为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自己发了好玩嘛，也不会去伤害到任何的人，所以她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好，那也许你也会觉得说，所以它的严重性是什么？好，首先的话呢，如果你发布的这些不实的假消息，即便呢你就只是一个外送员，连车带餐被偷，但是呢，这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当地的治安，还有再来的话呢，就是民众的观感，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游客对这一个城市的印象哦，都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再退一步来说的话呢，这个影片的话呢，如果你是造假的话，那么对于当地的警方形象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伤害。佑轩。好，像我姐刚有网友跟你打招呼，还有人说是不是也剪了新发型？哦，对，哇，过年新气象是不是？网友都是有在关注的。真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来看到的是，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题目要来讨论的是，在过年期间，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居然有出现这个复刻45年前的老照片，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当然就是兄弟姐妹可能都会团聚嘛，在浙江这个六姐弟呢，他们是这个照片呢是他们小时候。一起拍的，而且呢，当时拍摄时间是在1979年，当时最小的妹妹还不到一岁哦。不过呢，时隔45年，大家在摆出同样的动作，而且呢，摆在同样的位置，所以呢，这张照片也意外了爆红。大家想说，哎，这时隔近半世纪再度出现的画面，也获得了1.2万次的这个点赞数。就有网友讲到了说，哎，这个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里面，能够齐聚一家。人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也确实刚刚过完年嘛，想问一下说尚如姐在大陆的这个过年期间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现象呢？从刚刚的那个老照片啊，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了，其实很多人呢，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哦，在记录时代的改变。好，举例来讲的话呢，像出行，以前的时候呢，不要说以前了，那个以前的话呢，不过就是12年前哦，你从呢一天一夜你要坐绿皮车，然后呢到现在的话搭高铁的话，现在可能就是各位数的时间你就会抵达了，从大陆的南到北哦。好，那除了这个的话呢，还有再来就是说，你以前的时候呢买票你要非常辛苦的去排队，然后呢你要跑断腿，但现在的话呢，你就只要在手机上面就点一点，那点一点就抢票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可以了。还有再来的话呢，以前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毕竟交通不方便啊，然后你要大包小包的，对，包括了什么，当然现在的话还是要大包小包的，但是呢所携带的东西呢其实跟以前已经
不太一样了。现在的话呢，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简便了、哦、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交通的便利，还有再来的话呢，这个大陆这边的话，我可以应该要分享一下，就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去采访坐大陆的绿皮车哦，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是从广州到山西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因为正值就是春运期间嘛，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到厕所的改革哦，那个厕所真的是当然没这个，我想任何人去的话，应该特别是女生应该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呢，在十二年前的时候呢，广州车站的厕所啊，有很多的门，他们基本上是坏掉的，对，它就有门，但是后坏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到呢，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锁起来，或者是呢，有的人干脆不锁，因为厕所女生一定是大排长龙，我指的是十二年前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排到了我的时候呢，一把门推开，你知道吗？里面挤了两个大妈，对他们两个人呢一起上一个厕所，为什么？因为外面太挤了，没有办法。等到了再排一个的时候，那可能别人会见缝插针嘛，你就没有轮到你了。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有的就干脆当公共厕所使用，就是他就不关门了。对，好，那现在的话呢，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完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厕所呢，大陆的厕所，因为他们在几年前的时候呢进行了一场厕所改革，所以的话呢，各个地方火车站包括了高铁站啊，那些地方他们的厕所就是非常，就是现在的话呢非常的好。还有再来的话呢，以前的时候呢你是单向回家过年，那现在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到处都是团圆节。好，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交通的便利所带来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呢，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以前的时候都要回老家过年，那可不可以爸妈反向也来到北京或上海过年呢？这样子相形之下，好像票价也会变得比较便宜一点。是，确实在大陆也出现一些不少新的这个过年的现象吼。那我们这一节就谢谢向如姐来为我们做分享，谢谢佑轩，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大陆虽然现在是继续的放这个春节连假，但是其实也是进入到了尾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海南三亚的机场，这个单日的来客量居然是超过了11万人次。所以在这种机位非常一票难求的情况之下，机票的价格居然一口气涨了10倍。年均气温22到25度的海南省，每年春节都吸引不少游客去避冬过节。大陆疫情常态化后第一个过年长假，饭店平均入住率达到80%，高空跳伞业者感受到客流明显增加。像春节之前呢，我们这儿的日均客流量在30人左右啊，然后春节期间呢，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00人，甚至更多。大批大陆游客挤到海南，不过眼看年假2月17就要结束，许多人开始订返程机票，惊讶发现票价涨了将近10倍。三亚机场积极的协调航空公司，增加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昆明、西安、重庆等重点客源地加开航线，协调航空公司换用大飞机。因为目前海南返程机票一票难求，路媒封面新闻报道，有游客分享到三亚玩时，机票才1000人民币，返程涨10倍，一张破万元。购票平台也能看到，年初六海南飞北京的机票从原本3000多人民币飙涨到13000以上。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增加开通安检通道、值机柜台。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春运，海南客流整体同比增长超过30%。由于三亚机场部分机位正在维修，增加运力困难，各航司建议游客避免从三亚直飞，可以从海口离开。大陆网友则提出曲线回家攻略，建议游客买三亚到南韩首尔的机票，在北京、上海转机时直接终止旅程。这样，即便是商务舱，机票价格也只会落在4000人民币上下。TVBS 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道。好，刚刚看到包含 Lucas 还有 William Xie 还有 X-Men 都说，海南岛好像蛮不错的，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去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去海南岛的经验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工作是被科技取代了，像是在这个肯德基呢，就有一个无人机来自动的配送餐，到底会有多便利，带你来看。过年期间请放心，数字分身小雨将代替雨辰，只好连播每一班。主播台上女主播情绪表情、语音语调、肢体动作自然生动，许多人第一时间没发现她其实是杭州电视台龙年春节推出的 AI 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在这给大家拜年啦。你好雨辰，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新年祝福。今年春节终于可以回家了，因为杭州有人替我值班播新闻。
AI 主播负责棚内播报，让本尊可以回老家过年。杭州电视台以两位真人主播为蓝本，采集声音、表情。春节第一次启用 AI 数位播报。让我们看看主播张奇宇现在的情况。你好，奇宇。Hello， 小宇，我是奇宇，我现在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北襄阳。同样科技取代人力，深圳肯德基最近则是和美团无人机合作，消费者只要到指定的无人机降落点点肯德基外卖，装好的餐点没多久就会从天而降。在景区或者是在公园点外卖都特别不方便，但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无人机的话，就给大家特别方便，然后送的时间也非常快。业者介绍，无人机送餐不怕塞车，比传统配送模式提效将近150%，更能保证食物还是热的就送到顾客手中。目前负责外卖的无人机最大载重2.5公斤，最远配送距离10公里，飞行时速最快83公里。未来将锁定大学社区，增设更多站点。TVBS 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道。好，科技可以说是真的是越来越方便。我们刚看到的是在杭州的 AI 主播，以及在广东的这个广东，以及在这个深圳的相关无人机的配套措施哦。所以呢，刚也有人讲说，相信佑轩是真的，没错，我们并不是 AI 主播，我们是真人在这边直播跟大家互动讨论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刚刚有不少人在讨论的网红晚安小鸡还有阿闹，他们到这个柬埔寨直播的时候声称说，遭人殴打还有抢劫。不过呢，在经过当地政府的调查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根本就是闹剧一场。现在他们也坦诚说，这些拍片呢都是造假的，主要就是为了要吸引流量。而且呢，在他们的房间里头也搜出了包含像是鬼面具、军人的迷彩服以及假枪等道具。柬埔寨警察排排站，由西港省长主持记者会，主角是这两名黑衣男子，台湾网红晚安小鸡和阿闹，双手上铐，眉头紧皱，自导自演风波让他们如愿爆红，登上国际媒体版面。就是这段直播影片，晚安小鸡自称到凯博园区探险，遭人袭击殴打，还抢走财物，治安问题引发网友议论。柬国警方为了厘清真相，下令找人，一天后就抓到小鸡。警方公布逮人照片，除了晚安小鸡以外，网红好友阿闹也是共犯，一起跪地上铐。他们的房间内被搜出满地的鬼面具，有的戴假发，有的面目狰狞，这些都是拿来骗流量的工具。脖子也被绑住，手也被绑住，然后后来到刚刚有一个人进来，跟他们讲节目在语言我听不懂，然后后来里面两三个拿枪的说要把我放走。报平安时穿的破衣不是被扯破，而是自己剪破。警方还查扣打他的假军人穿的迷彩服和长枪，被抢劫的钱其实都还在。其他包括葬礼布幔、鬼娃娃，还有地上4个大行李箱，这些道具通通被没收。根据了解，他们还跑到金边的饭店、赌场拍摄闹鬼影片，还没发布就被查扣。被逮时坦诚，为了吸引流量，晚安小鸡的个人抖音有高达500万粉丝，这样做让大众感到害怕，也让外国旅客困惑，再伤了柬埔寨的国际形象。我想回家，不敢再来柬埔寨了。恐怕是暂时回不了家，柬国警方将朝煽动歧视、提供虚假申报、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行使罪侦办。两名网红在当地缴完罚金或服刑完后，将被驱逐出境，闹了国际大笑话。TVBS 新闻吴俊杰媒体特别报道。好，看到网红大家留言讲到说，像威廉雪说弄巧成拙，而大佑持久讲说装神弄鬼，确实哦，这样子的话，大家真的是不要模仿来学习效法，因为呢，这样子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治安，而且也会对大家对于柬埔寨的形象有所影响。好，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有一名的驾驶清晨是开着玛莎拉蒂出去，但是他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居然就失控自撞，造成了26辆的机车都遭到波及，没有想到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到他酒测值0.75，而且他还是一名通缉犯。才准备通过路口，就被旁边呼啸而过的白车吓了一大跳，怎知下一秒就听见砰的一声，那台车往路边自撞，还扬起大量烟尘。监视器更拍下当时有路人刚过马路，要是晚个几秒就会被撞上，惊险瞬间白车还弹回马路中央，转了好几圈。
驾驶是他，蹲在路边这名男子身上飘出浓浓酒味。他撞毁的是玛莎拉蒂要价数百万的海神，严重毁损，到处都是车壳碎片。更惨的是路边这一整排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好几辆几乎成了废铁。因为我们住楼上啊，所以五点多的时候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巨响啊，那就是一个连续的像砰砰砰像放鞭炮的声音，影响很大，而且开工第一天就遇到这个，真的很麻烦。当时是清晨五点多，有些汽车车主住楼上，听见声响下楼查看。开工日没办法骑车上班，车主们无比傻眼。算一算，新北市永和中山路路边至少26辆机车遭到波及，还差点撞到人。直接开上人行道，然后我路边停了七八台机车，怎么被他撞倒了？那我如果当下在晚秒钟过马路的话，就是我被撞了。这名28岁的曾姓驾驶没有大碍，自行脱困还能走到派出所报案，却被测出酒测值高达0.75，当场依公共危险送办。但不止如此，他更被查出居然是名诈欺通缉犯。后面就是都被撞掉，瓷砖都被撞掉，然后整个柱子这个都被撞烂。一天试营运，就遇到这件事情，让我很傻眼。被波及的还有旁边的饮料店，第一天试营运招牌就被撞毁。曾姓驾驶公称，他原本是到烘炉地来拜财神，接着到朋友家喝酒聊天，以为酒退了才开车返家。现在不止得跟自己的玛莎拉蒂说拜拜，还得赔偿26台机车车损，拜完财神反而大漏财。TVBS 新闻，谢谢新闻观影，新闻什么的。好，另外有台北市驾驶开车行经辛亥隧道的时候，遇到警方来拦查，第一时间他配合停车，但是呢，一摇下车窗就飘出了浓浓的这个毒品的气味，所以呢，他立刻就把毒品交给警方，没有想到他直接直踩油门，还冲撞了临检站。证件麻烦一下，警察，请坐在超商讲电话，白衣男突然被大批员警团团包围，挂掉，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啊？这是台北地方警察署核发的拘票。为什么？多到这种情况，还想问为什么？频频想装傻，远景随即拿出搜索票，东西拿出来。我们来拿就好，手放开。黑色包包一搜，有毒品和吸食器。白衣男这下是无话可说，他会被玻璃室大人盯上，全因为日前经过临检站，第一时间配合停车。但当远警发现车内疑似藏有毒品器具，他乖乖交给远警，竟然直踩油门，当场开溜。干嘛？这一冲撞差一点就波及巡逻远警，场面相当惊悚。警方当时就在这个路段实施酒驾拦查，前后就拦到一辆轿车，而当时呢，远景就从车子里面已经闻到浓浓的毒品气味，更在副驾驶座看到有毒品的工具，没想到这名驾驶直接冲撞拦检站，不服盘查。年约40岁的庄姓驾驶半夜在辛亥隧道前开着小轿车撞开了远景的三角锥，驾车逃逸。警方事后申请搜索票上门抓人，将之前查扣的安非他命软管和毒品分装勺进一步化验，里面含有微量的毒品成分。依照毒驾修法，只要验尿或是验血查出毒品或麻醉药品的成分超过一定数值，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要是致人死伤，最重可以判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不止酒驾会公告嫌犯的姓名和照片。只要10年之内有2次毒驾或是拒测累犯，当判决确定，通通也会公告在交通局官网。男子这回虽然不算毒驾，但当初藏毒怕被抓，冲撞拦检站，警方这回找上门，除了办他毒品罪，连同妨害公务也移送，想逃没得躲。TVBS 中影的李杰，台北总统。好，新春开工第一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并没有到立法院，根据幕僚的这个透露，他其实是在外面是跑行程的。但是立院的议事攻防其实早就开始了，原因就是出在过年之前引发的瘦肉精事件。现在国民党打算要提案要求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说明。大年初六开工日，立法院长韩国瑜一大早没有进到立法院来，根据幕僚私下透露，他是去跑非公开行程。一整天没看见韩国瑜踪影，不代表开议前议事就先暂停。开工第一天，国民党先出招，要行政院先来报告猪肉怎么会有瘦肉精。17号，我们希望能够开临时会，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
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国民党团已经 ready， 要为我们全国的国人一起共同来打拼。你既然开学了，你就不需要寒休，不需要暑休，因为我们就正常来上课吧。虽然国民党不能照表操课吗？民进党认为下周就要开议了，到时候再报告也不迟。但民众党似乎不这么认为。如果你的报告马上就要出来，那相关官员出来解释得很清楚，那也没有什么要再特别开临时会的问题嘛。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民进党能不能提出一个大家都可以信服的解释？说问题就在于中央不能给国人一个交代，似乎对于提前专案报告没有说 no。 国民党更扬言，如果朝野协商破裂，陈建仁不来报告，那2月20号开议走着瞧。民进党团要好好思考，国人要看到的是论述，是主张，是民进党政府回应民意的速度。这当然显然是为难了韩院长，那临时会这件事就是一个假议题啊。要国民党不要为难自家人，民进党立委笑说，原以为韩国瑜上任后第一次朝野协商顺利拍板开议日期，没想到意外让自家人破防，多抛了个专案报告的难题。 TVBS 新闻黄俊伟、刘立雄、韦嘉协三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而选举才刚过，不过现在其实蓝绿都开始在备战2026年的地方选举了，因为像是高雄市长陈其迈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他们都将要届满，所以现在像是在赖清德的本命区，除了有他的子弟兵林俊宪以外，陈廷飞他也喊话了要有初选的制度才能派出最强的人选。我听说是投全国手吗？厉害，好开心！这好记忆力让党工笑容满面。新春开工第一天，赖清德到各楼层发放红包，直放眼2026百里侯布局。新北、台中侯友宜、卢秀燕将届满，谁要接棒？总教练一派轻松。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年轻的人，好多新的世代都是接班人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怎么不问高雄呢？高雄不是年轻人，而且是不能马上讲话。自己 cue 隔壁的柯俊恩，就让他尴尬，仰头看天。毕竟都已被绿营视为2026高雄市长假想敌，国民党想翻转绿地，不过高雄可是绿营大本营，传出有意推派工匠的他来出阵。年节行程满满满，回屏东老家过年，更主动释出影片，动作频频。只是党内百家争鸣，还有这些人。新潮流局系有意推举拿下高雄市最高得票的赖瑞龙，而深耕已久的7连霸立委林黛桦、5连霸立委许志杰也都被点名。人民的感受最重要，我们应该用心问政，努力施政，得到人民的肯定。自然可以从民意当中产出最佳的人选。我个人目前秉持着当一天和尚敲好一天钟的心态，持续做好自己的本分。都先不把话说死，而隔壁的台南市国民党锁定谢龙介再战2026，而民进党内多人开打，拿下民进党最高票的陈廷飞呼声高，更挂出看板女力全国第一，柏林俊谢也是热门人选，在仁德区与赖清德看板泽辉挺台湾，选举完人没拆，留下伏笔。民主机制的赖清德主席也一定会让我们的初选进行全面，而且让最强的人选出现。台南高雄头过身就过，怎么整合派系考验着赖清德。 TVBS 新闻董俊年轩台北采访报道。好，在留言区刚刚看到威廉雪来这个抖内哦，谢谢您的支持，而且还跟我说声新年大快乐，赞助了一把红包基金，也希望您在龙年行大运，所有事情都美梦成真。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西门捷运站竟然是发生了博火的案件，而且还是发生在庆生会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其中有一名主嫌不满对方一直帮女友讲话，引发他的不满，他就回到了淡水，找了4名朋友助阵，而且还带了2把枪到现场。没有想到呢，对方也不甘示弱，一看到有一群人到场之后，先是开枪了，所以呢，双方的人马就发生了枪战，还造成了4人受伤。人行道上，两名男子被警方团团包围，举起双手乖乖就范，特勤队员拿枪戒备。原来他们前一天在西门捷运站外持枪搏火，逃了一天，终于被逮捕。今天有一把枪哦，老式枪，东西倒出来。
随身包包就藏了一把枪，警方调查，双方当街连开八枪搏火。起因是林姓和翁姓两名主嫌一起参加庆生会，但才庆生到一半，翁姓嫌犯和女友吵架，林姓男子看不下去，出面劝说，双方爆发口角。翁姓嫌犯先离开，回到淡水，等到女友庆生结束，说是要接送返程，却带了好几名朋友助阵。对方先开枪，没想到翁姓嫌犯的朋友反击，两方拿枪互开，酿成四人受伤。捷运站外拉起封锁线，满地都是弹壳，甚至还有还没击发的子弹。而在两名嫌犯的身上搜到一把瓦斯枪，原来另一把改造枪早就被他们丢在新庄的山区。蹲在地上，拿着工具慢慢把车牌拆下来。他不是车主，而是玻璃是大人。巡逻发现有名车的车牌不对劲。类似状况一辆又一辆，通通被拦查。而这辆 BMW 轿车，车子的外观与车籍资料不符，怀疑是 AB 车。春节期间，警方在北宜公路执行防飙勤务，原本是要抓飙车族，结果发现好几辆的名车，他们都贴了别的车牌，而这辆车并不只是伪造车牌，他连他的型号也造假。六辆百万轿车一字排开停在派出所门口，铁链拴不够，员警把手铐也拿出来紧靠车轮。夜间由员警不定时巡查，就怕车主半夜偷偷把爱车开回家。假车牌，我跟你讲，北宜公路太多了，他们都飙了，飙了哦。早上差不多。早上五点多都开始飙了。农历春节期间天气晴，六辆名车分别在12号到14号被警方逮到，违规热区就在北宜公路的胡须湾，除了开处罚单，也当场扣车。远警更查出，开着白色宾士的23岁无姓男子和黑色 BMW 的陈姓驾驶，网购假车牌之外，还在车子型号动手脚，当天将人依照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另外这四辆包括2辆 BMW 和2辆宾士车，进口车价的价格各个几百万元起跳，全国其他车的车牌统统被查扣。他为了说用这个车子能够继续在路上行驶，所以就会上这个相关的一些拍卖网站，好，然后购买这个不同材质，新台币大概5000元至10000元不等，好的这个价值的车牌悬挂在自己的车子上面。然后能够继续行驶上路。名车被扣了大牌，又想趁春节期间上山炫耀一番，这下全数落网，想要合法上路恐怕得等吊销期满才能领回。 TVBS 中文的李杰新闻报道。新北市淡水昨天晚上有一辆公车突然冲撞了前方停等红灯的4辆机车。原来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肇事的司机他想要拍掉身上的饼干屑，所以呢就趁着这个停等红灯的时候，没有想到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忘了拉手刹车。大马路口突然看到画面，左方一辆公车突然失控，直接往前冲撞，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甚至推撞到马路中，差点就要发生二度车祸。好险横向的车子都在第一时间闪避，整群机车被这样突然一撞，不少双载的骑士和乘客吓坏了，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赶快起身。从另外的角度看，机车才刚停下来不久，就看到后方的公车开始往前移动，直接冲撞上来，机车被撞到一旁，这时候往公车驾驶座一看，公车司机怎么是在驾驶车门旁？只见他双手抓着车门，看起来很像是被公车拖着走，到底发生什么事？有网友解答说，司机是为了拍掉身上的饼干屑，结果下车没拉手刹车导致车祸。事发在新北市的淡水，14号晚上9点多，还原整个过程。警方调查，57岁的女驾驶确实是公车，因为吃饼干想说停等红灯，下车拍掉饼干屑，结果看到后视镜刚好脏了，顺手擦一擦，却没发现自己手刹车根本没拉，整辆车直接往前滑，连撞了4辆机车，造成其中一部机车23岁郭姓女乘客受伤送医，其余均轻微擦伤，离女酒测值为零。真的是好险，车祸发生当下其他车辆都有赶紧减速，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但这回肇事驾驶原本以为停等红灯可以下车拍拍饼干屑，几秒钟时间就能解决，结果却还自己和其他人撞成一团。 TVBS 新闻告诉我是燕新闻报道。好，接下来转换心情，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怪兽宇宙系列第七部电影《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释出了最新的预告画面，其中呢有大量的泰坦巨兽的决斗场景，而且呢金刚在里头这一次是有受到人类的帮助，让它升级了装备，能够足以对抗新的敌人，也让这个大家都非常期待。
The Titans were the guardians of nature, and the great apes became the protectors of humanity.哥吉拉与金刚和平相处，却出现巨大威胁，还攸关人类存亡。两大巨兽联手对抗，全面开打。Is that a mini Kong? Oh my God! That's not just a signal. That's a call for war.全新预告曝光，怪兽宇宙系列新篇章，哥吉拉和金刚面对新登场的红毛金刚及发射极动光线的未知怪物，人类更用科技之力为金刚添新武器。The last time those two met up was almost the end of Kong. They don't have to like each other. We just have to work together.一记铁拳应对，这次也将探讨泰坦巨兽的起源、骷髅岛及各种秘境的奥秘。这回将在三月登上大荧幕，让粉丝敲碗。还有东宝第33部哥吉拉日语系列作品的《哥吉拉 Minus One》，到底何时能登台？あれはゴジラ。故事讲述日本战后哥吉拉的出现带来重创，北美12月上映后创下外语电影影史最高票房第三名，并在全球突破票房1.5亿美金，折合新台币达32亿，打破由正宗哥吉拉保持哥吉拉日语系列的纪录。官方先追加推出黑白电影版本，这次还入围第96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提名，气势锐不可挡。目前还没消息会在台湾、香港等地上映，哥吉拉迷希望有等到的那天。TVBS 的新闻张汉文、洪玉婷台报道。有民众在过年期间发现自己的 LINE Pay 被盗刷了13000元，而且进一步追查发现，原来盗刷的金额还更大，总共是被刷了34000元。但是他明明都没有做任何的消费，所以他赶紧已经向银行反映这个状况。而资安专家其实就提醒了，有一些动作千万是要避免，像是不要乱点所谓不明连结，甚至连收这个简讯的验证码都要注意，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提款机。现在行动支付非常的方便，民众绑定信用卡扣款之后呢，在 LINE 上面都会跳出通知提醒你扣款了。只是呢，如果跳出来的通知一下子就是1-2万元，会不会吓到呢？就有民众遇到了信用卡绑 LINE Pay 竟然被盗刷的状况。民众过年期间滑手机，突然收到 LINE 消费通知，显示2月12号被刷了13000多元，商店名称是亚马逊 MKTP。当事人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在这里购物。往前查询，又发现另外一笔在2月9号被扣款20000元，无预警没征兆就被盗刷。他也通报银行客服申诉，等待银行确认之后进行款项取消以及换新卡。但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平常不会上国外的网站购物，怎么会被盗刷？直说数位支付带来便利，却也危机四伏。被盗刷一个金额比较小，4000多，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我就会注意说，我有去消费这笔消费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特别留意。其实不少民众都遇过类似情形，如果没开通知又没有检查账目的习惯，真的很可能一直被扣款。今年的期间，确实有歹徒他会透过一些实体的，比如传单。或者是一些线上的活动，然后告诉你说你可以新春你可以做一些抽奖，那透过这个抽奖的话，他会去骗取你的相关的一些 LINE 的登录方式。春节期间诈骗花招也跟着推陈出新，常见盗刷的手法跟原因包含卡片资讯泄露，在钓鱼网页输入资料，点击不明简讯网址，遭到间谍软体攻击，甚至还有 OTP 验证码被骗取，绑定 APP 进一步盗刷。而像是 LINE Bank 也提醒要特别留意不明连结，刷卡要确认网站的真实性，关闭海外支付以及设定交易额度的上限，这些小细节都能避免盗刷，民众也要小心别成为诈骗集团的提款机。 TVBS 新闻徐兆黄凯进台北曾报道。台南有民众点了这一碗这个虾仁炒海鲜炒饭，但是里头呢是只有一只虾子，还有一块花枝而已，就要价120元。您觉得这样子很贵吗？因为引发了网友讨论，认为这个价格似乎不太合理。但在锅里热炒，加上了切丁的虾子，还有干贝、乌鱼子及樱花虾，满满的海鲜料，看来十分丰盛。这样的海鲜炒饭，一盘150元，你会嫌贵吗？
但是就有民众在网络上 po 出了一张照片，说这样的海鲜炒饭一克120元，就一只没有虾头的虾和一块章鱼，是不是太贵了呢？我感觉较少，你啊，你啊，百二块，你嘛虾要搁加一只，还是要更加加两倍。120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对对对，因为现在物价上涨嘛。民众反应不一，有人说来一克杯子都比这个还大，也有人表示应该是过年期间的正常现象。不过有网友说，只要店家有贴售价，那就不是店家的问题。我们用的虾子是一斤350，你用的花枝是一斤200块，你用的米是时尚米，你用的电锅是日本电锅。我在2年前海鲜炒饭一盘就是120。我们没有因为春节期间开高价钱。店家强调，顾客如果觉得饭太少吃不饱，当下跟他们反映是可以加饭的。至于其他的店家如何看待这一碗120元的海鲜炒饭呢？它的成本大概多少钱？其实说大概都60到70，有点小贵了。可是因为过年期间的话，没有，因为有那个薪资涨嘛，然后有些海鲜还有涨嘛，然后你还要再加上一些，水电啊，还有一些瓦斯。太有的话，其实我是觉得算还合理啊。其实当时店家门前的餐点照片也是只有一只虾及一块花枝，价格表示清楚，完全没问题。他们强调用料着重品质，贵不贵见仁见智。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在昨天情人节的时候PO出了一段影片，里头的画面是黄色小鸭，但是它的配乐是一个泰勒斯的 Love Story， 也让网友歪楼留言说，难道是在暗示泰勒斯要到高雄开演唱会吗？都已经过了情人节，但高雄市长陈其迈 IG 这段影片却持续发烧，还吸引粉丝疯狂留言。原来有人听出配乐正是天后泰勒斯的 Love Story， 因此立刻许愿希望邀请他到高雄开唱，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市长在暗示难道泰勒斯要来了吗，也获得陈其迈以笑脸及爱心回应，放个音乐暗示一下，有可能，有可能是在预告之类的吧，要不然不会这样放伏笔啊。外界会热烈讨论，就在于二月份陈其迈还曾贴出探班红发艾德的照片，当时除了感谢主办单位，还提到跟对方 CEO 相谈甚欢，而恰巧泰勒斯这次的亚洲巡回刚好就是同一间公司主办，因此被认为搞不好私下早有运作。公关公司他大概要超过半年多的时间，他就要去看看世运主场馆他所选择的那个时间是不是是有机会的。根据泰勒斯今年度的世界巡回计划，除了二月份将在日本及澳洲开唱，三月份到新加坡，接着5到8月份4个月时间都在欧洲各国巡演，直到10月份至年底再回到美国及加拿大，唯一的空档就只有最近的4月份以及9月份。我也想他能够来，我一定会买票进去唱啊、但是这个纯属巧合啦，哈，没有听说有，没有听说，对对对，而且也都是应该是民间的公司办的，我们市府没有知道。根据以往经验，一场国际级的演唱会渴望帮高雄市带来约5亿元的观光商机，因此除了4月份时程太赶，9月份也因世运主场馆档期额满，今年度恐怕希望落空，但仍让往后泰勒斯的到来各界引颈期盼。TVBS 新闻赵立和一信高雄报道。新北瑞芳知名景点象鼻岩，原本他的鼻子断掉了，以为说会影响到当地的观光，没有想到呢，最近在过年期间，他们的附近店家生意成长了1倍以上。从高处眺望新北瑞芳蔚蓝大海，旁边正是之前很夯的景点象鼻岩，日前因为受到长期侵蚀被整片削平，鼻子崩塌沉入海里。那只象很落寞，而且看起来好像啊，我的鼻子怎么掉了，大象鼻子断了，以为会影响生意，结果意外吸引人潮。过年的时间没什么影响啊，至少起码有1半以上，会不会蛮多的？蛮多的啊、哦，人好多，可是变成那个海豚啦、啊，人家说断掉以后变成海豚。生意不减反增，店内满满的游客都是专程来朝圣看看新鸟貌，连附近停车场都漆上新名字“水豚军岩”。走近一看，不同角度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引起热烈回响的是海豚军耳朵有没有？
其实它也有点像那个老虎，看起来比较像一只马，需要一点想象力才看得出来。耳朵、眼睛再搭配岩石颜色，看起来确实跟水豚君几分相似。过年期间，游客出门走春，发挥想象力，不怕岩石断掉没伤及。水豚的人气不输大象，再创新景点。TVBS 新闻是谢元身份新北采访报道。另外啦，看到的是新北平溪天灯节将在2月17号及24号盛大的登场。不过今天也曝光了6盏的20寸主灯，每盏造价50万元。20尺的巨型天灯，老师傅用热气一一充气。新北平溪天灯节今年主灯抢先亮相。2024新北平溪天灯节就要在2月17以及2月24来举办2场大型的天灯释放活动。今年也是26年来首次制作6盏20尺的天灯主灯。2月17，平溪先释放4盏，分别取名为台湾、世界、龙还有虎，谐音寓意台湾、世界、龙后。紧接着24号元宵节当天再释放2盏龙头搭配龙珠的天灯，寓意双龙抢珠、五龙迎春。这6颗天灯每颗造价50万元，老师傅拼完工不分昼夜。哇，花了差不多1个月，然后局长跟我出这个难题哦，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制作的方面哦，就是没嘎嘎哈，就是很难去拿捏，都忙到天亮，忙到天亮再休息，然后中午再起来，晚上再做这样。今年是龙年了哈，那在前3年呢也都是疫情哈，那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希望这个经济好转哈，那也可以带动相关的观光经济。另一头的台北灯节17号正式点灯，主灯摆放位置藏玄机，观光局特地找风水师看位置，放在西门红楼前方，龙头对准台北盆地。龙头的位置照理讲是要对准整个我们台北盆地，可以让这个地方更兴旺，商业生意一定会比较好。喜迎龙年，花尽心思要带给市民好运一整年。TVBS 新闻，董佑俊、谢文祥、李宗泽新北采访报道。至于台北灯节在2月初已经登场了，每天都吸引满满的人潮，而这一次还有一大亮点，也就是使用了 AI 即时的翻译面板。迎接2024年节，灯节活动也跟着登场。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是西门町的大亮点。以龙月光城为主题视觉，象征祥龙飞越台北，引领首都向前迈进。而这一回的灯节还特别搭配上系统的升级。每年的灯节哦，人都很多。那么除了有台湾的观光客，还有很多是来自国际的，包含了日本、韩国还有欧美国家的观光客。那如果碰到问题，语言又不通，该怎么办呢？游客中心呢就特别加装了 AI 即时翻译面板，只要呢对着这个麦克风按一下，안녕하세요，就会出现即时翻译。不管是韩文还是日文、英文，设定语言对准讲话就能够及时进行翻译。双向的透明面板荧幕，服务中心的人员就算不会特定语言，也能够直接快速对话回复。你好，你想要去哪边呢？我台北駅に行きたいですけど。去台北车站的话，可以搭乘捷运一站就到了。西门町的话是就是外国游客都会到访的一个地方。那像是现在的话是港澳啊、新马或者是一些欧美人士都蛮多的。那近期韩国人士也蛮多，所以就是语言的需求就蛮大的。我们的人员的话主要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可能会比较需要用到翻译机啊、翻译的一些工具比较慢一点。或者是请求其他站的支援。 AI 萤幕我刚刚测试一下，感觉会蛮直接，比较方便实现与外籍旅客面对面无缝沟通的效果。引进的先进 AI 智慧翻译科技，不只能有效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旅客，提升整体的感官体验，同一时间 AI 技术也在展现台湾强大的科技实力。您好，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那我切到日文，然后你再测试一次。我们是台湾的新创公司，然后跟日本的显示大厂合作的产品，效率上、沟通上，就还有品质上，就远远强于过去传统的翻译笔。
目前的话是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会开始新增欧洲语系，西班牙语、法语跟德语。那后续的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再开发东南亚语系。研发至少两年的技术，目前已经在日本多处落地，台湾也有不少地方在应用，两地包括了商场、旅馆、车站、机场等等等。而这一回30寸大小首次在台湾亮相，未来的使用也预期会越来越广泛。2024确实是 AI 的智慧年，那台北市是一个智慧城市，以前我们是透过传统的这个简介、地图，还有一个口语上的行动礼服员的介绍，那我们这次结合 AI 呢，可以提供更及时、更多元、多国际化的语言。希望透过这一次2月2号到3月3号的台北灯节，就结合传统跟 AI 科技的智慧的应用呢，吸引国内外的观光客。西门町游客中心是我们今年最示范的第一个点，如果这个广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会在其他的11个旅游服务中心，甚至其他的这个公司部门、民营机构啊、北流啊，或是一些文化表演的团体啊，算包括我们市政府的联合服务中心啊、惠民服务啊。旅游、观光、交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打通了世界大门，也要一步步用科技打破语言的隔阂。体育新闻罗世鹏、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话主播为各位新闻话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